全看timing。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他的手来，主要是手一接，我这个腿从这边进也可以，要不到。但是你要注意的是什么？刚才你进去，你的后腿弯要这样子，你不可以这样子，这样子你就没有缠他的空间了。你要这个样子，这样不到，这个样子进来还是一样，啪就下去了，这样不到。同样一边的腿，我如果是这个样子，样子也是一样。我从这边，我这个腿也可以走外面，这个腿可以走里面。我这个腿走外面，你看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不到。所以两边都可以。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这样子，我从这边行吗？这边也可以，我也是要这样子，你看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懂吗？你只要是缠上去，好了吗？内往外，外往内，左对右，右左对左，通通可以，就是缠上去，啊，练力要非常小心，缠住了，人家就要放掉。啊，很容易伤到。